各位梅山中文学校的同学、老师还有家长，大家好！又到了十一周的周报时间。今天换一个方式来跟大家报个周报，做个小实验。那首先就是要告诉大家，整个下个礼拜有Food Festival， 那希望大家踊跃参加。那有这个希望有很additional dishes， 我们已经卖掉了1400多块的票。那一般来讲，现场的票要比就是之前 pre-sale 的票要来得多，所以你就算保守的估计算3000块，我们要卖掉3000块的东西。那所以建议赶快看看这个 list 有什么东西你可以 contribute 的。那这是对我们学校一个很大的一个 event， 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fundraising。希望大家踊跃参加。那当天的时候呢，这个票就恢复到1块钱一张票。那记得哦，以前的经验是，如果是当天的话，会收到比较多，一般会超过 presale。OK， 那再来就是Culture News 这边呢，我们有这个毛衣课给小孩跟大人的。那这个很不幸的，这个礼拜 cancel， 不要记得哦，这礼拜没有毛衣课哦。如果你要织毛衣的话，只能在家织毛衣，或是带到学校来织，没有老师教。那再来就是那个我们的Adult Zumba， 就是那个Zumba class， 会很快就 available， 大概是 spring 的时候，那大家 stay tuned。那另外就是我们有这个梅山著名的 karaoke contest， 卡拉 OK， 你 OK 我 OK contest， 不要忘记是这个 contest 时间是1月6号，明年的1月6号，但是呢，你要在这个12月13号的时候，半夜之前 register， 记得哦，12月13号是下礼拜天，不要忘记了。那这个在 Language News 这边呢，我们有非常成功的这个校内演讲。那我们 turn out 有27个参赛者，那也还很感谢所有的家长的帮忙，然后也恭喜我们的 winner。那很高兴我们也可以参加 CACA 的 Speech Contest， 那我们梅山是最多人参加的。那希望大家为这些参赛的选手加油打气。那我相信我们会有好成绩，那我们明天也会在那边把这个精彩的内容录下来给大家。那再有三个重要的 day， 第一个就是明天的 CACA Speech Contest， 还有下礼拜又再强调一次的 Food Festival， 不要错过哦，错过就这么今年就这一次最后一次机会哦。然后还有下礼拜六12月16号是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 Spring Break。那这个 Food Vendor 这个礼拜是 Lin Palace， 那这个 John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欢迎大家踊跃跟他订阅。那下个礼拜六的话就是 Food Festival， 所以没有 Vendor。 那在下礼拜六的话呢，就是这个有这个 Cozy Tea Vlog， 还有Asha Oriental。 那在这个 Public Relation 这个 News 这边呢，要告诉大家踊跃的报名我们一个 Sponsor， 叫做AKALA， 还有这个 Top 5 Mistake，people make a mistake on a college admission。 这个举办的时间是12月5号经由 Zoom， 那这个也就是说在12月5号的 Zoom session。 那12月4号呢会就是最后的 register， 那如果你要 register 就到那个newsletter 上有个那个 QR code， 赶快 register。那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一直也是让你了解这个小孩子要申请学校的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那再者也是帮助我们的 sponsor 以后继续知道我们有很多的 potential， 很多的 student to fulfill their business。那再来就是这个 TCML 这边呢，
他们有机会呢，这个玩这个所谓的印章，中国的印章，中国制印章，事实上在美国之外，在台湾或是内地呢，他们一般都是，我不知道内地啦，但台湾基本上都不是靠签名，都是靠印章。所以印章在中国文化是个很有趣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表现吧。对啊，因为你要知道，以前皇帝都是认印章不认人。那他们有很这个体系庙的学生有机会练习这个印章。那due to 这个很一个好 good news， 这个体系庙跟大家 share， 就是说因为这个 popular demand of the adult Mandarin learning program， 体系庙 will start a new beginner class， 就是这个初学者，如果你有兴趣，那这部分可能要讲英文。事实上，我们是希望一些不懂中文的人可以有机会参加。也是 ，if you know somebody like to learn Chinese， your neighbors， your friends， your colleagues，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beginner level class on Saturday， November 2nd， which is the learning program will start this weekend。So tell your friends, tell your neighbor who like to learn Chinese, want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有兴趣还没有 register 的话，希望赶快 stop by 到这个email 给我们的 managing director at mhcs-nj.org for more detail. 那最后就是在 reminder。记得没有毛线课，是吧？这个 adult children 的knitting class will be canceled this Saturday， and purchase your full festival ticket in advance， and you can get the great deal that day， okay？ And registration for karaoke contest， 就是这卡拉 OK 的课程，那希望大家踊跃的报名，很有意思哦。那希望今天这个新的模式对大家有一些大家会喜欢。实际上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利用一些技巧做这个editing 的动作，让这个周报更有意思。那你会看到很多画面的变化。那希望目的是希望后面的学生有兴趣做这些YouTube 啊或是 video editing， 这是 great opportunity。希望大家喜欢，那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那大家这个礼拜六见咯，拜拜。